感谢的祷告来到神的面前说，主谢谢你，在今天早晨我来到你的施恩的宝座前，我要得连续，我要蒙恩惠。主我谢谢你，我谢谢你，因为我来到你的面前必有美事发生在我的当中。好吧，我们一起同声来赞美我们这位神。主是的，谢谢你，主啊，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宝座前，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，再一次来到三位一体的神的面前。主我们何等的兴奋，主啊谢谢你，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个弟兄每一个姐妹，主我们用我们的心灵跟诚实要来敬拜你，要来侍奉你，要来聆听主啊你的话语。主谢谢你，今天主啊我们带着饥渴沐浴的心必饱足的回去。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，主谢谢你，主你主啊求你带领我们，主啊从开始到结束。好不好，这时候我们也一起为所有服事的同工来祷告，为台上的，为台下的，有 PowerPoint， 有总务，有招待，有交管，还有楼上的儿童主日学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同声来为他们来祷告。主是的，谢谢你，主，我们即将奉你的名开始，主啊，要将今天的聚会从开始到结束。主，谢谢你，不管在台上的，台下的，
主，我们存着战兢的心，主你与我们每一个同工同在，纪念他们的摆上，主啊，纪念他们在神里面，主啊，好像主啊警醒，要带领弟兄姐妹进入到那敬拜的水流，要带领牧师，主啊，也让他的主啊讲章要深入在人的主啊里面。主，我们再一次也为交管的，主啊，为总务的带属带领他们在神的面前。主，谢谢你带领他们，帮助他们，主啊，使他们在服事业服事业喜乐，也为在楼上儿童主日学所有的孩子。所有老师祷告，主你与他们同在，主谢谢你，主我们奉你的名，主啊，献上我们的感谢，主谢谢你，主我们是你最好的，你最爱的宝贝，主我们来到你的施恩的宝座前，谢谢你，我们带着兴奋，带着期待，看见你的荣耀临到我们当中，主谢谢你，主啊，我们再一次说谢谢耶稣，我们要赞美耶和华，在他的圣所赞美他，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，主谢谢你垂听我们祷告，奉靠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，祝大家中秋节愉快。感谢神呢，连续放三天，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呢，他们已经返乡了哈。所以你看看你的左右两旁，感谢神，今天呢，我们要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，好不好？这时候我们一起起立，跟你左右两旁说，今天神必在你身上做大事。神呢必在我们身上做大事。昨天我有分享，礼拜四一早起床的时候，我突然感觉到我的腰扭到了，我连穿裤子都不能穿裤子，感谢神。所以呢，我为这个灾病祷告。礼拜五呢，我起来的时候，我发现我的喉咙很痛，所以我说，主啊，怎么接二连三呢？但我知道呢必有大事发生，所以呢我知道必透过祷告。所以礼拜六早上十点多的时候，我发一个简讯，请我们立荣牧区为我祷告。感谢神，在下午两三点的时候，我突然感觉那个痛点突然好很多。所以本来不能穿裤子的，如今可以穿裤子；本来没有声音的，如今可以一起来敬拜神。这是上帝的作为，好不好？我们再一次将掌声归给我们的神。我们用第一首诗歌，我们要看见神的荣耀降下来，我们用我们的祷告，用我们的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，将天敞开。上帝下何以敬拜，华古耶稣基督圣洁羔羊，荣耀归于你，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将天敞开，将天敞开，你的荣耀上帝下，何以敬拜？
在这里，我们欢迎你，把一切焦点转向你。神就在这里，我们欢迎你，宝座前敬拜不停息。弟兄来将天敞开，将天敞开，你的荣耀上帝下我们
国赞叹你，你是荣耀。万国赞叹你，万国赞叹你，你是荣耀主。再次宣告，万国赞叹你，万国赞叹你，你是荣耀君王。哈利路亚！我们再次拍手，欢迎荣耀的君王今早临到我们的当中。把我们同声祷告说，主谢谢你，万国都要惊叹你，要赞叹你，你是荣耀的君王。我们同声一起来祷告，主谢谢你，主啊，你将你的荣耀降下来，主啊，你将你的意志降下来，主啊，你将你的爱，主啊，赐下来，主啊，你将你的智慧医治赐在我们当中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耶稣。主，我们再一次同心合一来到你的宝座前，再一次要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。主，谢谢你，我们真知道这里有荣耀，这里有神大大的荣耀。来到你施恩宝座前，必看见你的荣耀。主，我们再一次说，不看见我们难处，只看见耶稣的荣耀。好吧，我们第二首诗歌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这里有荣耀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这里有荣耀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这里有一直永留，阿门吗？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这里有光明自由，敬拜神一路终岁永留。这里再次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这里有荣耀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这里有一直永留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这里有光明自由，敬拜神一路终岁永留，有我居住你在这里，你是起初的，你是起。前后左右说，这里有上帝的荣耀，再次跟他说，这里有上帝的医治，这里有上帝的爱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喊哈利路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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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有荣耀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这里有一直永留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这里有光明自由，敬拜神终岁永留，永活的主你在这，再次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这里有荣耀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这里有一直永留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这里有光明自由，敬拜神一路终岁永留。我提出你在这里，你是起初，你是起初的末后的，昔在今在永在的主，全心敬拜你，大声欢呼，羔羊被高举，用你的日头如光照耀，万国赞叹你的荣美，三界主义主你的真心，现在。用在
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，好吧，我们再一次将掌声归我们的神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主啊，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，主，我们每一个人站立在你的宝座前，主啊，我们相信，主啊，你带来医治，带来释放，主啊，将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当中，主，我们，主啊，每一个站在你宝座前的，主，我们都知道有一位主是创造宇宙万物的，这一位主爱我，将我成为他的宝贝，将我成为他的宝贝，好不好？这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不管你认识这位神或不认识这位神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神爱你，他为你舍命，他为你被钉十字架，他为你复活，他为你得胜，好不好？我们同声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是的，谢谢你，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主啊，我们真知道，主啊，你将你的爱，将你的爱透过，主啊，我们周遭的，将福音传给我们，将福音，主啊，分享给我们，以至于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。谢谢你，主啊，你将许多人的疾病医治，主啊，不管是身体的，不管是主啊心灵的，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将这一切主啊赐给我们，就借着祷告，借着神的灵与我们同在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，主啊，谢谢你如此的愿意用你的生命，主啊，将我们主啊换回一切。主，谢谢你，今天我们再次来到耶稣的面前，主，我们赞美你。当你体会上帝的爱，就好像我有三个孩子，每次我为他们煮晚餐，或者带他们出去玩，或者带他们去做任何事，他们都说谢谢爸爸。所以当这样的事在我们家行之有年，感谢神，如今我们站在神的施恩宝座前，你跟这孩子一样吗？你很单纯的跟主说，主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爱我，在你我不认识的时候，在不认识你的时候，你仍然爱我。好吧，我们用这首诗歌，谢谢你 ，Thank you Lord， 我能用什么报答你的恩典？弟兄姐妹，请坐。我能用什么报答你恩典？世上的一切无法换回去你的爱。白白地得来，无止境赦免，尽在宝血河。释迦，我能用什么报答你？我能用什么报答你恩典？世上的一切无法换取你的爱。白白地得来，无止境赦免，尽在宝血河。释迦，谢谢主，谢谢你洗净我的罪，谢谢你医治我伤悲，谢谢你擦干我的眼泪，抹去后悔，释放我的惨泪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洗净我的罪，谢谢你医治我伤悲，谢谢你用生命将我赎回，我是天父永远最爱宝贝。我能用什么报答你？我能用什么报答你恩典？世上的一
无法换取你的爱，白白地得来，无止境赦免，尽在宝血和十字架。再来，我能用什么报答你？我能用什么报答你恩典？世上的一切无法换取你的爱，白白地得来，无止境赦免，尽在宝血和十字架。谢谢主，谢谢你洗净我的罪，谢谢你医治我伤悲，谢谢你擦干我的眼泪，抹去后悔，释放我的惨泪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洗净我的罪，谢谢你医治我伤悲，谢谢你用生命将我赎回，我是天父永远最爱宝贝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洗净我的罪，洗净我的罪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医治我，医治我伤悲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擦干我的眼泪，擦干我的眼泪，挪去后悔，挪去后悔，释放我的惭愧，谢谢你洗净我的罪。我的伤悲，谢谢你医治我伤悲，谢谢你将我的生命赎回，用生命将我赎回，你是天父，我是天，永远最爱宝贝，从头再来，我能用什么报答你世上的一切无法换取你的爱，白白地得来，无止境赦免，尽在宝血和十字架。我们一起起立来唱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洗净我的罪，感谢我们的主，谢谢你他是医治的主，他是擦干你眼泪的主，他是释放你重担的主，谢谢主，耶稣是最大的医生，医治你的疾病，医治你的伤痛，医治你的过去，让你不再一样，耶稣用他的生命换你的生命，用生命将我赎回，我是天父永远最爱宝贝。这时候我们闭上我们的眼睛好不好？第一句你跟主说，主我是你永远的宝贝，你爱我，你为我舍命，好不好？为这一段时间神在你身上，不管他医治你，不管他释放你，擦干你的眼泪，赐给你聪明智慧，好不好？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说，主谢谢你，我是你最爱的宝贝，谢谢你为我做这一切，好不好？我们同声一起祷告，谢谢你，我们来到你孩子来到你的面前，谢谢你，如同孩子对我的孩子说，他们是我永远最爱的宝贝，主孩子是你永远最爱的宝贝，
主孩子，谢谢你来到你的面前，主啊，没有任何，主啊，没有任何，主啊，没有任何的事物可以剥夺我跟你主啊一对一的见面，主啊，谢谢你，你主啊，你的医治，主啊，你的释放，主啊，你的爱，主啊，你的全能，主啊，临到当中，主，谢谢你在今天早晨，主啊，我知道你必做大事，在每一个人的里面。主啊，你擦干他们的眼泪，主啊，你得医治他们疾病，主啊，你解决他们难题，主啊，你让他们更上一层，说主是的，你的话是我的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，主啊，你要帮助我们，带领我们，帮助我们，扶持我们，主，谢谢你，主，谢谢你，主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耶稣。我们用什么报答耶稣呢？就是将耶稣的爱分享出去，将耶稣的爱分享出去，将耶稣的爱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，因为你得着这个救恩是白白的，好不好？我们再次用这首诗歌跟神说，主，是的，我是你最爱的宝贝，我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你，求你更新我，带领我，我能用什么报答你恩典，世上的一切无法换取你的爱，白白的得来，无止境赦免尽在宝血河。我能用什么报答你再一次？我能用什么报答你恩典？世上的一切无法换取你的爱，白白的得来，无止境赦免尽在宝血河。释迦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我的罪，谢谢你医治我伤悲，谢谢你擦干我的眼泪，挪去后悔，释放我的惭愧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弟兄姐妹，这首诗歌说，我能用什么报答你的恩典？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用什么报答神的恩典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神的爱，神的恩典都不是我们换取来的，都不是我们用世上的一切换取来的，是神用耶稣基督的宝血十字架在这个里面白白的赏赐给我们，所以不是换取来的，不是工价，乃是恩典。所以这样子的恩典我们无法报答，只有一件，就是像副歌说的，感谢他，谢谢你洗净我的罪，谢谢你医治我的伤悲，谢谢神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所赐给我们一切的恩典。圣经上说，我们如果感谢神，就是在荣耀神。弟兄姐妹，我真的深深感受到，在我属灵生命的里面，在我做基督徒的日子的里面，我觉得最难学的功课就是感恩，尤其是凡事感恩，在一开始的时候感恩，我们会为恩典感恩，我们会为那美好的结果感恩，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功课，就是在事情刚发生的时候我们很难感恩，因为我们看不见有什么好的。所以有时候感恩不仅是为结果感恩，感恩也是一个信心的行动，就是相信神所做的无不公义，神所行的都有慈爱，每一件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都是恩典，都是神
要借着这些来赐福给我们的。所以呢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真的跟神说声啊，我愿意学习功课。真的学习，一个会感恩的人是一个成熟的人，会感恩的人是一个谦卑的人，会感恩的人是一个顺服的人，会感恩的人是一个绝对信赖神的人。是的，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做一个会感恩的人。我们再一次来感谢神，就像这首诗歌的说的，谢谢你洗净我的罪，谢谢你医治我的伤悲，谢谢你擦干我的眼泪，谢谢你挪去我一切的后悔，释放我的残累，谢谢你将用你的生命把我赎回，谢谢你因为我是你生命中最爱的宝贝。我们再一次的来感谢神，我们同声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啊，是的，谢谢你主啊，感谢